全球影片公司 The Global Motion Pictures Company 隆重由剑声华侨出银子向中华民国23年8月成立的无限公司，花了15盘咸龙在香港仔田湾果20多亩地皮，加机器捻了4座洋楼，连卖私家水塘供应淡水。一入门口是办公室、演员化妆室，后面有个成4000平方英尺的收音影场，自此一间发电室有部私家60匹马力发电机，在上楼上就是收音室，用上海电通公司的3有色声机来收音。这部的话拿过老奖成10000个大洋奖金咁话的。他们有埋全球俱乐部、全球消费合作社、全球体育会来比点火机粉。全球影片公司的总经理是大肥佬朱基宇，经理是朱昌东，他们的导演有3个，关定任在北京大学毕业，写过后能多著作，向剑声已经8-9-7币。关友章都是向剑声回来的。还有苏怡。摄影师是李文光、伍华。高老师发鬼高威廉除了做戏子。捞埋美术。剧务是王伯慈。还有16斗饮过咸水的工程人员，刘洋剑声的6斗。德尔子有3斗，法兰西德1斗。东洋有3斗，苏俄有3斗。全球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有路马、马思曾、斐兰、谭兰卿、游官人、许曼丽两公婆、后婆陆小仙、收尾头共果条吊招婆陈波儿、高老屎发鬼高威廉，咁20几位。7个月就拍够了8出有声影画戏，野花香、红菱歌女、回首当年、一夜风流。中华民国25年8月头，香港仔的片场被台风吹够烂撚晒。肥佬朱基宇在8月30号礼拜日晏昼4点向中环电车路新纪元酒家开股东大会，要办股东科水，在对面海九龙城宋街拉宋怡街交界，即是旧摆沈幸全果间三洋丝织厂，执捻咗后几旧址，起果间片厂，搵新靓酒、蝴蝶影嚟踩、神鞭侠、